接下来呢，咱基于这排序吧，是吧？说一说这性能的问题。那大家，我们就把上午那选择排序呢，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得了。那这个选择排序，咱们再重新画一下呢。我们之前看到的效果是这样的，注意往这看。那为了能达到我们按照一个角标，以这个角标上的元素和其他角标进行比较，并确定该角标上的元素是该数组中的最小值。这句话能听懂吧？哎，能听懂啊？零，然后呢，我们就拿零角标元素呢，不断的拿出去跟别人比就完事了，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是吧？这个零角标和一角标比上来一比的话，大家你认为是不是放这边？注意，这是数组吧？这个数字是在堆运行当中啊，啊是的哈。然后呢，34和19呢要稍微换一下位置，大家注意往这看，这哥俩要换位置，注意这是不是就一次了？我说对吧？啊，就一次了。好，这是第一轮的哈，还没完事呢。第一轮换了一次完以后呢，大家谁和谁比啊？是不是要拿着那个零角标元素再和二角标比啊？哎，一发现得又要换位置。啊，看着啊，这是第二次换位。是这意思吧？啊，我只没有画那个弧线啊。然后呢，再进来呢，那个是不是还拿零角标和三角标比啊？哎，不用换位置，拿零角标和四角标比，是换位置？是的，你看着啊，又换了一次，这几次了？他俩一次，他俩一次，他俩一次，几次？三次吗？不是，对不对啊？这老师说这个这不没换吗？对不对啊？判断了吧，这没换嘛。然后和56再拿零角标和56再比的话，是不是也不用换位置啊？好了，那么大家，我为了确定那个最小值，我换了几次位置？三次吧。是不是意味着堆内存里边它动了三次啊？对吧？换了三次位置嘛，对吧？是这样的，没错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低效啊。为什么呢？我们能不能说，在进行比较的过程中，记住说那个最小值的角标，记住完以后，直接拿零角标和最小值角标上的元素换一次位置就完事了呢？因为我们实验的结果是不是就是确定零角标上要存放最小的值？这能听懂吗？哎，注意看啊，我这一轮，你好，我这一轮下来，我用了三次换位才确定了什么？是不是一个最小值啊？是吧？紧跟着我换另外一种思路了，什么样的思路呢？我不这么做了，看着啊，换另外一种思考方式，叫做我准备定义两个变量，啊，俩变量，看着啊，一个变量，俩变量，那为什么定义变量呢？一个变量用于记录住比较的元素 number， 一个变量用于记录住角标值，能看懂吗？那么接下来要怎么去做？那首先我在这个变量中进行初始化，初始化的就是这个数字什么？任意一个元素，我就从一从零开始了，那三、四、五啊，我先。大家注意听，我们初始化是零角标，是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不是准备先确定零角标元素的最小值？是的。所以呢，我们就先把这34啊，先记录在这个 number 里边来，把零呢记录在这个 index 里边来，就角标嘛。啊，说这干嘛呀？不干嘛，就是要准备比较了。那但是呢，我想减少这个第一轮的换位次数，就把这最小值确定出来。大家看，这是不是更简单一些？好的，那么我来比较了哈，注意往这看。现在呢，我拿着 number 呢，干嘛呀？是不是和一角标去比呀？是不是相当于拿这个和它比是一样的？是的。然后呢，你说你注意哪不同啊？我先拿这 number 吧，就和这一角标比了一下。那我就这么画个图吧。哎，这样就比了一下，看着啊，一比完，大家发现没有？这一角标的元素是不是小啊？这个我记住是不是大呀？那怎么办呢？注意。我不换位置，这能听懂吗？我不在数组中进行位的置换，能理解我的意思吧？那我干嘛呀？我把这小的值记录下来，
把这小的角标也记录下来，这能听懂吧？哎，记录下来，那么之前的值没有了吧？嗯，是不是？我紧跟着，我再拿小的值出去比较，这能听懂吧？我再拿这小的值19，看着啊，那还拿这位上值，嘛呢？到2来比较，哎，这能看懂啊？能看懂吧？拿到这儿来比较，这一比较发现11是比19还小，妥了，我就把这小值再记录下来。紧跟着这个小值角标我也记录下来，能看懂吗？哎，去掉，去掉，行了。紧跟着大家，我还拿这个临时变量记录的数据，嘛呀？继续和3比。大家又换位置不？用记录吧，不用吧？不用。紧跟着我拿这哥们值嘛呀？和4比。换位置不？哦，不是换位，记录吧？记录。这一记录的话，大家3是不是跑？耶，是不是跑这来了？是这个啊？紧跟着这个角标是不是跑这来了？啊，看着啊，有什么好处？去掉。去完以后，紧跟着我拿这个位上的值和5进行比较。但是我们知道是，是不用再记录了啊，因为3要比5角标那个56要小得多。行了，完事了。完事完以后，大家发现我这个临时的变量当中记录的是不是我这个数组当中的最小值以及最小值的角标？是4吧？紧跟着我就直接拿这4角标和0角标进行一次位置置换，大家看，是不是直接把3置到这儿来，34就到这儿来，是这意思吧？大家，我这一下子下来，是不是就已经确定了最小值的存在？听懂了吧？就已经确定了最小值的存在。那么大家注意，跟这个图相比的话，我是不是经历过3次换位以后才确定最小值？而这个里边，大家，我是不是换一次就完事了？对嘛？这是不是减少了换位的次数？听懂了吧？因为这是来回交换嘛，能理解我的意思吧？这第一轮运行完，从零到五，我们是不是交换了3次？每交换一次，是不是做一次运算，对吧？而我这个一轮下来以后，是不是不用去交换3次，一次就可以了？而且我的数值是不是都记在这个是内存？这是不是站内存？是吧？我不用对对那个进行过多操作了吗？能理解我的话吧 ？OK。那我这有时候多两个变量啊？是吧？多两个变量嘛？那代码该怎么写呢？哎呦，这还写不下了呢。这代码该怎么写呢？首先报循环有没有？里边写什么呀？ int x 0 x 小于谁来着？22.let(-x+), 老师先把之前那个代码写一下。那报循环 int y 等于 x+1 y 小于 ar.let(-y++)， 再接下来呢，这里边我们要进行判断，如果 arx 大于了 ar 什么玩意儿 y， 是这样吗？紧跟着大家注意看，这是不是有一个换位？是这么做吧 ？OK 了，现在改掉了，这什么样啊？叫做我需要定义两个变量，初始的时候呢，记住谁？是不是记住这个要定义最小值或者存储最小值的位置？所以大家注意往这看，多俩变量，就是在第一轮的时候我们定义了 number 等于谁 ？ar x， int index 等于谁 ？a 哟等于 x， 是这意思吧？第一轮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是0？初始化值，而且初始化值是不是应该是0.0元素？紧跟着大家接下来，我们不要做这个换位动作了，干嘛呀？我们比的时候是说，看着啊，我拿外头来，叫做内循环结束以后，我们是不是换位一次啊？对，内循环目的什么？内循环目的是不是在找那个最小的值和角标？
对吧？找完以后循环结束，在这下面咔一次换位，是不是完事了呀？ OK， 那么这里边怎么判断呢？大家，哎呦喂，这回是真装不下了，这样吧，怎么判断呀？既然 ARRX 是不是已经被 number 所表示了？对，那拿 number 来算嘛。number 既然大于了这个哥们，那么就说明什么？说明是不是需要换位置啊？对吧？可是我不换，我怎么办？我用 number 记录住什么？这不 ARY 啊 ？ARY 是不是小于 number？ 那是小的值嘛？那就把这小的值是什么呀？给它记录下来。同时，我是不是用一个变量记录住这个小的值的索引？好了。全记完以后，大家内旋转一结束 ，number 和 index 记录的是不是就是小的值？既然是小的值，大家我们换位的时候，给我一个数组，再给我谁？给我一个 x， 再给我一个谁？是不是再给我一个 index 就可以了？对不对 ？x 是不是第一轮那个小标零 ？index 是不是记录最小值的小标？是不是零角标和最小值角标换位是吧？就完事了吗？看。最小值角标四和零角标换位一次，是把三换到这边，三次换到后边去了呀。OK 的，大家就是这么回事。那么大家注意，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是什么样的？说老师，万一零角标位上本身就是最小值呢，或者本身就是三呢？那么我们算完以后的 index 是不是和 x 值是一致的？对，这个用吧。既然是一致的，还用换位吗？就不用。所以怎么办？就要判断一下，为了减少换那个判断的次数，那我减少那个换位的次数。本身是同一个值，没有必要再换位置了。那么就是，如果index 得完的值不等于 x， 是不是才做这个换位动作？认识吧？哎，大家这种动作做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它的效率相对于以前之前来讲，是不是高一些呀？听明白了吧？减少了很多次换位的操作，就是这么回事，比较简单。那么这个代码呢，老师给大家写一写，那就在选择排列的下边，让大家感受就可以了。public static void select short 杠 two 那 int ar 完事以后，这里边来谁呀？报循环 int x0 x 小于 ar 点 less 减一 x 加加，那这里边呢 int number 就等于什么 ar x int index 等于什么？所以 x 报循环 int， 哎呦 ，int y 就等于 x 加一 ，y 就小于 ar 点 less， 闭合，这行吗 ？x 加的 ，y 加加，这是里边的。如果 arr 不是，如果 number 那大于了 arry， 我们就怎么样？就用 number 记住住 arry， 同时 number 记住谁？不是，同时你再记住谁？记录 y， 记录完以后，这下面如果 index 不等于 x， 大家是个 swap， a r x index， 是这意思吧？ OK，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吧，是吧？到底行不行呢？咱们把这个排序都去掉，咱们把它运行一下，那叫做编译运行，都一样吧？紧跟着加入排序 ，select short 杠 two a r， 那。加完以后，大家来看编译运行排吗？排了吧，搞定。那两种方式都行。注意听大家，对于元素比较小的数组，其实都没有区别。听懂大家？肯定没区别嘛，是吧？你元素那么多，对不对？那还是效率问题吗？就不涉及吗？元素越多，涉及的效率越明显。比如说你有1000个或者10000个，能懂吧？这个时候才会涉及到性能问题的，那就那么几三两三个是吧？无所谓嘛，啊。这个大家讲的基本性能问题，就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脱两出一个范出，这个呢是在一轮过程中进行了多次的位置换位，而这个呢在进行一轮当中是不是只换一次啊？对吧？哎，只换一次这就 OK 了，那别的就没有了 ，OK。